有水，然后这样拍过去就很清楚了、啊。这是白丝瀑布，现在下雪的景，你看。还是走这边比较安全。哇，好大的雪哦！哇，好美哦，你看。然后手机都湿掉了。你要这个吗？哇！哇，真巧，这个地方刚好来下大雪。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景，太巧了 ，surprise！ 哇，你看，清景泽的白丝瀑布，现在飘着大雪。看到我的手，你看就知道了，哇 ！surprise， 陈志芳，来看一下，哎、欸。